是地球公益连线谢谢教授啊。刚才梅峰有介绍我是跟外星有接上线啊。我觉得这样讲话不方便，但是我必须告诉各位哈，我确实是因为这样才回到台湾的。我在美国航太业工作的时候是接受到护照，那经过了20几年以后呢，大家想想知道永远不病的方法。想好像没人希望哦。那我就要讲了啊，其实在来之前呢我有着整整一本的就是从上面来的信息，而且说今天要告诉大家，显然也没有我的时间了有空再跟大家说。我就说一个大概好了，也就是说呢，现在呢地球有那么多的混乱啊，那个大地也有受伤，那我们在大地部分呢，就是上面的信息告诉我们如何重建丰盛净土，那它包含了水之净化、光之净化、土之净化，精不精彩？精彩。那在我们身体的部分呢，当然是从哪里做起呢？就是要发心要重建这个是有60兆细胞的净土那要这里面就包含了身之净化、心之净化，还有呢灵之净化。好，报告完毕。讲得非常好，把人性健康都全部讲出来，再次给这个教授鼓掌一下。接着呢，下一堂我们大概在5分钟的时间等一下有点心有餐点，各位可以休息，互相交流，同时有义诊，请再报。不好意思刚才忘记了，因为我们叫地球公益连线现在最重要的在宇宙间要帮助我们的议题叫做进入次元。只要能够进入次元呢，地球上这些病就全部没有了可是需要我们来做。那我们已经有连线很多位朋友开始一起做了。所以我要介绍一下在这边的蓝怀恩女士请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她有新时空的书影会就是说有影片等等来介绍什么是五度时空，我们怎么样从现在的时空进入五度时空那另外这个郑俊仁先生呢他就是要来负责做养生调频，而这养生调频呢其实是从上面传下来的刚好呢是跟我们这个黄帝内经等等说的都是很媒合的，所以将来都可以介绍给各位郑先生是不是站起来一下站了谢谢你介绍这两位这么好的，希望下次常参加我们这个会，我会另外安排时间来做专题的演讲，向您请教一下。还有几分钟有问题问，我先介绍几个来宾一个是我们的陈博士，也是有名的陈秋龙，这个是一个会长级的。下堂课3:30，休息20分钟可以交流，可以吃点心，有义诊的那有一个义诊区。下堂的时间有几位名嘴像我们这个郭教授郭仲勋，下一场他有一个演讲，还有我们陈叔陈博士有一个演讲，还有几位等一下都会陆续进场所以还有大概2分钟，看谁还有什么宝贵的讲话问的，或是讲几句话都可以，欢迎各位，有没有？来，请。我对这个中医没有什么研究，我只是有一点心得。在世界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种族人最多？中华民族。他人为什么会最多？因为他有一套很好的保养养生的系统，但是我们现在把这一套系统自己都看不起，因为我们的领导人都被西方的思想去影响到，我们自己珍贵的东西反而把它看得不重要。
常常跟朋友讲，西医是一个发展中的科学，我们不否认它有它好的地方，但是它是正在发展中，它有许多不足的地方，甚至于说有的时候会造成一些副作用的地方。那中医呢，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科学，只是一代一代传下来，有的时候有一些环节失落，那我们现在要把它捡起来。那我非常高兴，我今天是从台中来，因为我看到说有这么多这个名人要演讲，我对这个非常有兴趣，希望各位对于中医真的是能够把它提上起来，谢谢。谢谢，您从台中学校相当好。好，现在呢刚好3:10，那3:30呢，请各位我们拍个照来做纪念。哦，吃点心的时间，然后大家交流一下，下堂课呢会更精彩，请各位哦有时间的话都留下来给我们指导一下，好不好？今天这一堂课就到这里，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请后面哦，更精彩，谢谢。